就自己来啊。嗯，现在大部分不都这样子？可以说，就是说我们那个时代是什么人都可以是艺术家。当时做个半死，当然，我当然想要给自己一个位置什么的。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这样的不够，把我们的一些浪漫都打破了。那个时候在发起这些都很热情，就觉得该怎么就该怎么做。那我现在感觉就是像去上班一样。所以这艺术家就算他也在工作，就算他有工会，他都是一个不管在职场是否的艺术家。我还是觉得当时我没有身份的。为什么？